过来，一鸣，你给我过来。一鸣，我真想不到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的。我怎么变成这样？你问我呀？你去牢里待二十年试试。二十年出来以后，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我都不敢认，这什么滋味？你体会体会。欧长林，我要让你不得好死，我要让姓欧的全家都不得好死。我告诉你，我出来就这么一件事儿，明白吗？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都听到什么了？小哲，叔叔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我知道你本质并不坏，你现在是被利益蒙蔽了心。赶紧收手吧，承认一切没发生，叔带你到公安局自首好不好啊？来不及了，我回不了头了。你怎么回不了头啊？来得及，一切都来得及啊。小哲，叔叔绝不能看着一条路走到黑。再说你父母要是全心有志，他们看你这样，他们该多伤心啊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带你和小雅离开本市，咱们到外面重新生活。走，咱们走。我爸在里面吗？在。您别着急，爸，我分头再找找。犹豫什么呀，孩子？陈哲，你想好了，你今天让他离开这个地方，你可就没有明天了。我无所谓，大不了再进去一趟。可是你呢，不但得不到你想要的，也许这辈子你就这么交代了。小哲，你不要听他的话，你相信叔叔，咱们走。好了，咱们走。去哪儿啊？这饭店咱俩都找遍了，这么大的名啊，肯定丢不了。别急，我再找找。走。你别信他的话，你别说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一鸣，小哥，你干什么？一鸣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听我说，一鸣，你滚开我！小哥，咱们赶紧走。一鸣，现在正满世界找他，也许马上就会找到这儿来的。赶紧松手啊你！你忘了你刚才在屋里对我说的话了？你已经有老婆孩子了，不再是一个人了。你马上就会成功了，只差这一步了。难道你就在这儿放弃了吗？可是什么？为了他，你为了这个人毁掉你的一切吗？你赶紧，只要手一松开，只要松开手。一切都结束了，这里没有摄像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小成，不要激动的，救救我！
什么时候，你永远都是林家的一份子。